水能减肥，餐前最有效。其实是要骗过我们的胃，所以没有那么饿。好了，我喝完水，我觉得好饿，更饿哎。你现在是这样，喝太快，喝太快。喝水对减肥是有帮助的，尤其是喝冰水才可以促进新陈代谢。冰水，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